当天上午9点多，这辆面包车由南往北经过路口时，突然方向往右打了一下，又马上直行。正巧西边过来一辆警车，马上追了上去。来，过来呀！红衣服的那个，闯红灯这样闯嘞？自己知不知道闯红灯？不是，我看这里没路，知道吧？所以是。我跟你讲好了啊，师傅，就算你本来要右转的，哦，你看到前面发现路口没了，哦，对不起，你也应该停车了，哦，好。对不对？闯红灯就是个事实了，好，是不是？老驾学其实也是为了图一个方便，所以在通过路口时采用一个蛇形走位的方式，想要以此避免被这个路上的监控摄像头拍摄到而免于处罚。交警对面包车司机进行了批评教育，并做出了扣6分、罚款150元的处罚。